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参与圣周星期六复活节前夕守夜里的礼仪。在今夜的礼仪中，我们要集中全部精神、心思与意志来参与各项的礼节与祈祷。我们当专心读拿实际的祈祷文以及全宣圣祭事业。今夜是教会礼仪年度中最重要最伟大的时刻，这是圣宠、圣德与牺牲的时刻。我们既已协同基督死于罪恶，如今我们便要协同基督复活起来，为一个新的生活准备着未来的人生。今天的礼仪分为四个部分：一、烛光礼，这是守夜的开始；二、圣道礼。教会或是天主权开始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为他的圣灵和许多表示信心。三、四、复活节的日子已经又有新的成员加入教会，他们接着洗礼、葬身、仪式、献祭礼，整个教会都被主邀请参与他的圣殿。这是他们就是开始的道理，对我们所处的现在，他们的心和灵的心和二十位后世者和三位见证者同心合力的参与这神圣的礼仪。现在请你将掌声放在即将到来的礼仪烛光礼，首先隆重开始第一部分烛光礼。祝圣星火，准备蜡烛。好，收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至圣之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经过死亡，获得新生。教会邀请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子女聚在一起守夜祈祷。如果我们已经救助了圣言，庆祝他死而复活的好机，我们也有希望分享他战胜死亡的荣耀，并协同他生活于天主内。阿门。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借你的圣子将你光明之火赐给了我们，求你圣化这星火，使我们借此旅途预约庆祝和燃起向目天香之情，他们以纯洁的心神分享你永恒的光明。以上所求是奉的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以及圣神为天主永生永恒。阿们。们就是复活蜡烛。原始和终结，阿尔法、欧麦加，时间属于他，世代也属于他，愿光荣和权力都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愿我们的主基督因他神圣的光荣无上，助佑我们保护我们。
愿光荣复活的基督以他的真光驱散我们心灵的黑暗。有行礼。昨天有那流星？昨天有那流星？Stand up. I also hopefully know the material thing. Oh my. No light, no light, no light.基督之光，它点点有。
令人惊奇。
你对我们的慈爱无法估计，为了珍珠奴婢，你竟然将爱之舍弃。亚当的罪过的确有必要来记录的失望一并勾销。天主救人的计划真是神啊，阿信的罪过你竟为世人赚取了如此伟大的救主，这正是深深的意义，他为我们去除邪恶，涤除罪过，使我们痛心悔改，给忧苦者带来喜乐，这真是幸福的一夜。天上的人间有朝上的一枝露，天主一人类在何处住？在这深深的里祈求神父听我们的祈祷，收到我们的祭献，教会君子你所拣选的神职人员，将你奉至诚的蜡烛，承受到的派遣，代表我们对为天主所悦纳，犹如馨香，加入星辰的行列，照耀四方。愿这烛光灿然不息，直到消弭之心的神奇，这永远照耀的消弭就是自己，基督自己，他已从死者中复活，光照不死，他是你的神子，永生永亲爱的圣灵姊妹们，我们也隆重地进入这圣殿的时期。现在我们要安心聆听天主的圣训，我们要深思天主如何在过去拯救了他的选民，最后竟将自己的亲生子派遣到世上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祈求天主借着这月节的庆典，完成他在我们身上已经开始了救赎工程。天主说：“天下的神应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
天主称旱地为地，称水汇合的地方为海。天主看了认为好，于是天主说，地上要生出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各种结果子的树木，果子里都包着种子。事就这样成了，地上就生出了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各种结果子的树木，果子里都包着种子。过了晚上，到了早晨，这是第三天了。天主说，天空中要有光体来分别昼夜，作为划分节令、日子和年岁的记号，并在天空中发光，照耀大地。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天主创造了两个大光体，较大的管理白天，较小的管理黑夜，又照了星辰，把它们排列在天空，照耀大地，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天主看了认为好。过了晚上，到了早晨，这是第四天。天主说，水里要多多支撑各种生物，要有鸟类飞翔在天地面上、天空中。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天主照了鱼类和水中各种动物以及各种飞鸟，天主看了认为好，就交给他们说，你们都要繁殖，充满海洋，飞鸟也要在地上繁衍。过了晚上，到了早晨，这是第五天。天主说，地上要生出各种动物，就是各种牲畜、爬虫和野兽。事就这样成了。天主就照了地上的各种野兽、牲畜和爬虫。天主看了认为好。天主说，让我们按我们的肖像，照我们的模样，照人吧，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各种牲畜、野兽和爬虫。天主就按自己的肖像照了人，就是照他的模样照了人，照了他们有男有女。天主教父他们说，你们要生育繁衍，充满大地，治理大地，并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所有动物。天主又说，遍地所有结种子的蔬菜、结果子的各种果树，我都赐给你们作为食物。至于天空的各种飞鸟、地上的各种野兽以及有生命的各种爬行的动物，我把青草给他们作为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天主看着自己所造的一切都很好。过了晚上，到了早晨，这是第六天。这样，天地和其间的一切点缀都已完成。到了第七天，天主创造万物的工程已经完毕，就在第七天停工休息了。天主的圣灵，感谢我的天主。Thank you.
请大家起来。去年永生天主，你在创造万物的工程上显示出你奇妙智慧，求你帮助我们被救赎的人都能了解你借着我们的与羔羊基督的牺牲所完成的救世工程，与第一次创造的世界告别奥妙。他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请大家坐下。攻读出埃及记。那时候，上主对美色说：“你为什么要向我哀嚎呢？吩咐以色列子民拔营前往走吧。你举起棍杖，把手伸在海上，分开海水，使以色列子民从海中干地上走过去。”我要使埃及人的心硬，他们将在后面追赶以色列子民，这样我好在法老和他的全军战车和骑兵大显神能。当我向法老和他的战车大显神能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上主。这时却走在大队的后面，云柱转到他们后面停下，停在埃及军营和以色列军营的中间。这一夜，云柱一面发黑，一面发光，因此双方队伍一整夜无法接近。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走了，因为上主替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人。”
攻读以撒以亚先知书。上主说，你们口渴的人都到水泉这里来吧，你们没有钱的人都来购买这些不花钱完全免费的酒和奶吧。为什么要为那些不能充饥的东西花钱，为那些不足以果腹的食物浪费你们的心经呢？你们如果细心听从我，就能吃到美味，得到品尝佳肴的快乐。你们如果到我这里来，侧耳听我，你们必会获得生命。我要与你们订立一项永久的盟约，就是有关我许给大卫的恩惠。我曾委任他做万民的证人、列国的领袖和主宰。至于你，你要召见那些陌生的民族，那些不曾认识你的民族也都要来投奔你。这都是为了你的天主上主，为了那光荣你的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趁你们还能找到上主的时候，就该寻求他，趁他现在离你不远的时候，就该呼求他。恶人因弃恶从善，恶人该回心转意来归附上主，好得到他的怜悯。他们应归附我们的天主，因为他负于仁慈。上主说，因为我的思想不是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行径和我的行径也不同。天离地有多么高，同样我的行径距离你们的行径，我的思想距离你们的思想也有多么远。雨和雪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原处，是要灌溉土地，使五谷萌芽生长，使播种者得到种子，供给寻食者食粮。同样，我口中所发出的话，也不能空空的回到我这里，却要完成我的旨意，执行我所指定的任务。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你们要终究恩眷永存。
请大家起来。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亲临这显示伟大仁爱的圣师，并派遣施威的圣神，使今夜即将领受洗礼的信友，成为您心选的子民，也使我们卑微的服务，借着你的作用，获得圆满的效果。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
并与他同在，为的是要我们也能度着新生活，就像基督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一样。如果我们经历了他的死亡而跟他结合回忆，也要经历他的复活而跟他结合回忆，因为我们知道旧的我们也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使那属于罪恶的自我消灭，这样我们就不再做罪恶的奴隶了。因为已死的人便摆脱了罪恶，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相信我们也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者中复活了，就再不会死，死亡也不能控制他了，因为他死了是为罪而死，欲举而尽全功，他活着却是为天主而活着，你们也要这样。就最方便说，单看自己死了，但是你们在基督耶稣内是为天主而生活的人。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请大家起立。Hallelujah.
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可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兄弟姊妹们起吧，天主基督患病所护他，来到这复活的时刻，我们恳求天主广施仁慈，赐给他们光明和力量，使他们勇往直前追随基督，并能公开宣认教会的信仰。我们也求圣神降临于洗礼的水，恩赐后洗者借水和圣神而重生。现在，让我们先用这个圣教会全体圣人圣女为后洗者祈祷。诸圣老人，请大家起立。Thank you.
由新的能力见现实的标记，产生惊人的功效。你可以多种方式利用你所创造的水，显示洗礼带给人的恩宠。天主和你的圣神在创世之初已运行在大水之上，大水含有生化的能力。天主名称是灭世的万岁，成为圣洗的预象。你用同样的水消灭人的罪恶，恢复人的圣洁。天主你借澎湃的水使以色列子民摆脱了法的奴役，安度红海而不失川足，成为新世受洗的预象。天主你的圣洁在约旦河的水中借出了澎湃的洗礼和圣神的复活。当他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水和血从他的肋旁一起流出。他复活以后又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去训导万民，应付祭祀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天主求你仁慈垂视你的教会，给他开启圣洗的水泉。但愿这水由圣神接受你圣子的恩宠，是按照你肖像受造的人类，能由水及圣神移除罪恶，获得新生。天主愿圣神的大能，借着你的圣子，充满这个水泉，使所有借洗礼与基督同死同葬的人，也与他一起复活，获得新生。以上所学后，是靠你的主基督。Agnes 梁玉红 ，and
然而因何为分？
见证圣事，现在将举行见证圣事。我们邀请领见证的兄弟姐妹及大夫到祭台前面来。灯好关了。亲爱的新教友以及各位见证的圣子，你们以借水和圣神在基督里重生，成为基督其他四季旨意的一份子。现在你们还要领受圣神，这位领在我们中间的圣神，曾在五旬节那天由主基督派遣到中国人身上以后，中国人和他们的继承人又将圣神赐给临死的人，所以你们同样也要领受主所预许的圣神的恩典，好使你们更相识基督，并为主的苦难、死亡和复活做见证，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使命。圣神会坚强你们在信德和爱中建树基督的道体。为领见证者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向全能的天父圣父祈祷，祈求他将圣神倾注到这些新教友们和见证者身上，愿圣神以他复活的恩宠坚强他们，并借着他的赋予我祝圣他们，使他们相识天主子耶稣基督。父所立新教友和领见证的兄弟姐妹，请跪下。请大夫举起右手一起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你以水及圣神使这些子女们摆脱罪恶的束缚，重获新生，求你派遣施恩者圣神降临到他们心中，赐给他们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以及敬畏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
现在我们邀请全体新教友和领见证的兄弟姐妹向右转，面向教友。请新教友和领见证谢龙大夫一同回座。教友从军圣喜事业，请大家起立。兄弟姊妹们，你们弃绝魔鬼吗？弃绝。你们弃绝魔鬼的一切行为吗？弃绝。你们弃绝魔鬼的一切诱惑吗？弃绝。那你们信觉得天父圣父创造了天地万物吗？我们信。你们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受苦受难死而复活，现今在天上享受光荣吗？你们信圣神、圣公教会、从圣的相通、罪过的赦免、永生的复活和永恒的生命吗？我们信。全能的天主，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父，以水和圣神使我们再生，并且赦免了我们的罪过，愿他以恩宠保佑我们，使我们永远做耶稣基督的忠实弟子。这时父即将去洒身水，想起我们临洗时的恩典，记得领受圣血的时候是很欢悦的，而不是躲避的，所以那个脸不要臭臭的，也香香的，所以去感受圣血的祝福。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战胜死亡，光荣复活，请你救主。现在我们来自满怀喜的地向我的主基督祈祷，请为是教会祈祷，求主帮助教会以坚定的信念，心怀希望，把生命里注入世界，时时彰显出复活奥迹的能力。我们同声祈祷，请为世界和平祈祷，祈求复活的主基督引领世人摆脱罪恶的束缚，彼此携手合作，建立一个更公义、更有爱的世界，使天国早日来临。我们同声祈祷，请为还不认识天主的人士祈祷，求主开启他们的心灵，聆听主的召唤，信从耶稣基督以获得永生。我们同声祈祷，请为心灵喜乐弟兄姐妹祈祷，求天主圣神坚固新教友的信望爱相合，借着圣言圣事成为基督的国士，向身边的人传扬福音。我们同声祈祷，我们彼此代祷，求主增强我们的信仰，以具体的生活和行动为复活的主基督作证。我们同声祈祷，这是圣父，请您赐予所有与您圣子同死同生的信徒们，恩赐我们在世不断的更新，日后同享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请大家坐下。现在我们木道班讲义，讲义代表木道班一年的成果，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有更多的人归向天主。饼和酒代表我们的日用粮，请你们祈祷，我们全能的天父圣父，上帝，我和你们共同同
心灵，打击巨星向上，我们真心不向上，真的在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头的事实处处歌颂你是万事理所当然的，并且是人的错。我们的愿意借羔羊基督已完成的牺牲，今夜我们更当隆重的赞美你，因为基督真是消除世界的羔羊，他以圣死摧毁了我们的死亡，必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因此不是为你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同时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Thank you.
天，我们从他所赐的恩物中，把他纯洁神圣笃定的牺牲永恒生命之粮和主的慈悲奉献于你尊贵台前。求你慈祥的垂视这些祭品，并欣然的予以接受，就如你曾接受了你的义仆亚伯的祭品，我们的信仰之父亚阿郎的祭献，和你的大司祭墨基瑟德所奉献给你的圣洁的祭品，无玷的牺牲。全能的天主，我们恳切求你，命你的圣天使将这祭品呈现到你至高的祭台上，在你神圣的尊卑台前，使我们凡参与这祭献的，领受了你圣子的圣洁之后，得以充满一切天恩和圣酬。上主，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你的仆婢，他们保持着信德先我们而去，如今正在安眠休息。上主，我们求你赏赐他们及所有安息于基督怀中的人进入永福、光明和安宁的天乡。至于你的仆役我们罪人，一是你无限的仁慈，求你惠赐我们加入你的圣宗徒及殉道者的团体，就是洛汉、施德旺、玛蒂亚、巴尔纳伯、伊纳爵以及你的诸圣的团体。求你不要看我们的功过，但按你的宽仁好施恩准我们加入诸圣的行列。上主，你借着他不断的创造、圣化、滋生、降服这一切美好之物而赐给我们。
平安和平相处。以上所求是靠你的主基督。阿门。请大家坐下。以及第一次来参与一场圣经的教育的朋友，请你们都站起来，让我们来准备欢迎你们到来。谢谢他们在今天过去的这一年来
一直到这个圣周的整个庆祝幕后幕前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哈，那神父就不一报了，有很多嘛，所以特别尤其在负责礼仪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直播小组的，我们的所有的队伍团啊，青山服务组啊，我们的这个辅祭人员啊，还有负责整个祭台的设计的弟兄姐妹，不只是今天，还有过去的三天的准备，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正好主的降福会满满的祝福你们啊，所以带着满满的祝福传扬主的福音，谢谢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俯首接受天主的降福。愿亲爱的天主借着今天逾越节的隆重庆典，降福你们，护佑你们脱离一切罪恶。愿天主应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恩赐你们长生，永享真福。你们欢欣庆祝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良辰，但愿你们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参加他天上永福的庆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并常与你们同在。阿门。嘟嘟 ，high speed， 今晚听个情，没问题。也不我也 camera， 啊 ，done。The light is never on. And I cannot hear you.